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已经就此向日方表明严重关切。中国全国人大就界定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作出决定，完全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有关国家应该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近期中国和印度呢，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妥善处理中印边界西段有关的事态进行了有效的沟通，并且取得了积极的共识。目前双方正在按照有关的共识为缓和边境的局势采取相应的行动。